这个船超宽敞，2米乘5米啊，800块钱，800块钱，卖点啊。出一个海博 M150 的马达，官方正品的啊。这马达用起来呢，就是说一切都挺好，动力很好，噪音没有什么噪音，而且稳定省电。这个就是因为现在呢，平时撒网啊，出去人多，用的船也比较大，经常去那个特别大的水域撒网，我呢就想换个大的，这个有点嫌小啊，平时的话2-3个人玩玩非常好。咱们就是准备换大工具的话，所以说这个就是转让了啊。那试一下机器，这个是无刷电机，看到没有啊？无刷电机开关转的时候呢，它没有什么嘎哒嘎哒的噪音，而且无刷的机器啊非常省电，800块钱直接可以拿走啊，本地800块钱拿走，外地的话要出油费。这个船2米乘5米啊。沭阳城北沙塘啊，西沙塘那边，那下面泡沫，船可以用来钓鱼啊，放丝网啊，撒网也能用。这个船超宽敞，2米乘5米啊，800块钱，800块钱，卖点啊。